着快长大，长大离开家，告别爸爸和妈妈，独自闯天涯。小小翅膀快长大，不怕风雨大，飞过千山和万水，那里是我家。辛苦了，慢点开啊！来，放菜，喝一口。不喝了。哎呀，咱爸都说了，每天回来喝点啊，解乏啊。啊。今天中午啊，在厂里请客户吃饭，喝过了，先回来喝点粥就行了。那人家忙活那么多菜，你就喝点粥啊。粥挺好的。哎，你叫秀芳。过两天啊，咱妈过生日。这次妈的生日啊，咱们给她办。行。不过不用去太好的饭店，花钱又多，还吃不着好东西。你看你这个人，咱不就图个让妈高兴吗？来，这样，我们工会三个走一个。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找一个，找一个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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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工会辛苦，你这哪去？你是我们工会最年富力强的啊，我和万云都不行，来来来，来找一个。好，李师傅，嗯，来，你啊，你真假？你快，你来来走啊，快。干了干了，他有量啊！咱们也喝啊！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来不来来？哎，大家吃菜啊！来，哎呦呵，来来，好，好，哎。妈，刚才那个高总说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书，我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然后高总在那个什么，在那个车间里头当那个团支部那副支书的时候啊，还去过我们家呢。啊，有这事？去过你？去过，你还跟我们家干活呢？有这事吗？有，你干活来着。是啊，想起来了，是吧？有这事。早了。当时我知道这高尔基就是高总跟我说的。所以后来我一听说高尔基，我就想起高总。我一想起高总，我就想起高尔基。啊，虽然这高尔基同志不在了，但是我们敬爱的高总还在。不是我吹啊，不是我吹啊，这个世界名著，我善的图书馆的排号我读下来的。那真的，要不怎么说我现在是工会一支笔啊？哥，真的高总。啊，你就咱们说到这个文学啊，就是文学，那必须得提法国那个叫什么左拉，哎，左拉那个小酒馆，还有那个萌芽，那我中学时候我就读过，哎，郭丽啊，那今天这个场合，少说两句啊，什么证据啊？你还要什么证？证据就是真实，啊，人家左拉写的东西它真实。那叫自然现实主义，真实。什么证什么据啊？高总，你先别喝，你听我，真实啊，高总。下，你听我说啊。明天呢，高总市里还有会，就不陪我们大家了啊。郭丽，要不你们代表我们工会再敬高总一杯？啊，这样啊，行，好，哎，敬。
你别放，我敬你啊，高总，我敬你。那个，反正什么话都不说了啊，反正一切都在酒里啊。那个，你有事你就走，哎，你一路走好啊。我先干干。别停，那咱们就，哎，高总，你必须得重视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必须得重视。来，高总，我后来我还给我妹妹写悼词呢，第一句都是一路走好。你怎么喝成这样了？我天哪！哎，老婆，你不是说你要回家吗？怎么没回啊？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能回去吗？快说，吃的咋样？这才是我的好老婆，你懂得心疼人了是吧？哎呀，快说呀，吃的咋样啊？那我这吃的是真不错，是吗？啊，老婆，这趟太开去了。哎，我把这些年我憋在心里的话，我通通都说出来了。啊，我让什么什么魏部长，什么什么高总，让他们所有人全部都重新认识我。哎，说什么了？你都说什么？什么都说，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啊！我说今天我是开了怀了，开怀。不是，他们有没有说你什么时候上任？我就没让他们说话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们都给我闭嘴。我动了。哎，手痛快！我李国立，我一个人就能顶起整个工会。哎呀，我要是当了部长啊，我就先把那个刘曼云我给他开了。我这个刘曼云同志啊，你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在工会混到今天。啊，整天出工不出力，啊，这个和姚主席是勾当隐私，男女关系他不清不楚。你烦不烦你啊？啊，喝多了你在那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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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，烦不烦你啊？你听不惯，你就过来，过睡不着，你过来听听，啊，我正要说你呢，你这，哎，你带着孩子上什么贵族学校啊？什么是贵族啊？啊？哎，你这，过来，我给你讲讲啊，什么叫贵族？哎，贵族，不是说你有钱他就贵了，也不是说我天天在你这儿我贵着我贵族，哎，贵族那是有历史的，啊，你得有文化，这几代人才出贵族呢，你说咱们这一波你出个屁贵族啊，就有点钱。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你有诗书了你就贵族。你这跟你说不清楚呀。啊，thank you.
从小到大，我的事都是靠我自己。你靠自己干出什么来了？我二姐夫那单位是国务院啊。哎，即使是国务院，我说去了吗？我没说去啊。你就不能虚心点啊？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干，你就进步了。我并不认为我没有脚踏实地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。李国强，我告诉你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竟然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害得全家都不得安生，你妈整天愁眉苦脸的，你想活活把她气死啊？你爸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出去干活卖老命，这都为了谁呀？都为了你这个不争气的。你是不是看我们岁数大了？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早点走？你把我们老李家的人都丢尽了。但你这次的行为是背逆亲情，忘恩负义，伤害了亲人们的心，让父母和哥姐们大失所望，痛苦难当，更让我们好大一个家祸起萧江，危机四伏。那笔钱不管还剩多少，你都要一分不剩的给我拿回来。亏了的钱你就偷五地也给我挣回来。我一个人去了地头家，去了你家，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几乎都找遍了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公司里面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没有人愿意用我，所以我才支起了馄饨摊。一来是为了在这个城市里面生存，二来是因为我觉得每天推着馄饨车可以走街串巷，我觉得总有一天会遇见你。
是，你就去死，死谁不会呀、啊？你一起死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都站住！不会，不会，放开我！不要死！国强了，我没东西想了，想他干什么？那你这干啥？我给他晒一晒。今天有雨。想晴的天有什么雨呀？人家气象预报报了，说有雨嘛，一会儿要下了怎么办？不晒就不晒。我爸呢？哎，脚一好又出去了。说说我爸怎么说他都不听，越不让他去他越去。去就去吧，前面有个小区啊，要一个绣花匠，省得跟我在家唉声叹气的。哎，妈，说茂才新去这厂子还真不错，他交给我一张银行卡，我来家之前上银行查了一下，他就上这几天班，猜人家给他多少钱？多少钱？8000块，哟，这么多呀！啊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家贷款的钱啊，马上就能还上了。茂才说了，等贷款那钱一还上啊，他就在人家给他那一块地上盖别墅，到时候把你和我爸都接过去啊。好啊，等茂才回来呀、啊，我得跟他说，可别累着自己。别总惦记着我和你爸。放心吧，累不着。女儿，妈都给忙忘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
好好好，我一定给你带到啊。啊，你快收拾东西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嗯，妈妈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小红，后天是妈生日啊！啊，那，我三姐也去啊？那她能不去啊？啊，大姐，我后天好像有点事儿，要不这样，等我办完事儿，哪天我买完东西去看妈。哎，秀燕儿，秀燕儿，后天是妈的生日，你可别忘了啊！不是，我这后天我赶上一大活儿。哎，永顺，永顺。后天妈过生日，你过去啊！不行，我这有活儿，你跟妈说一声对不起。大姐，永顺也有活儿，也是个大活儿，过不去。郭丽，后天是妈的生日啊。知道了，大姐。哎，对了，咱妈今年是多少岁生日啊？哎呦，你说这年年都给妈过，日子过得真快啊。啊，行，好好好，知道了，哎哎。后天我妈过生日，然后咱们都过去吧。后天我得陪我妈去看病去。再说了，那不欣欣还上课呢吗？哎，你这看病能不能改天去啊？你可真够逗的，医院是给我们家开的，我们说哪天去就哪天去啊。不是，这不是我妈过生日吗？哎呀，你妈那生日真是的，还过个什么劲儿啊？国强跑了。你二姐跟你们家断绝关系了，秀燕和秀红一见面就掐。那行了行了，你就不去就不去，你说那闲的蛋子干嘛呀？那那生日宴是我大姐夫请客，你给我点钱，或者我给我妈买点东西什么的。就我觉得吧，你真的把东西拿回家吧，你妈也得嫌你浪费钱，咱那钱啊，就给欣欣省省吧，行吗？那我就给我妈买束花，行不行？李国立，你这不是浪漫，你标准的在那儿浪费。你们这样吧，那盆吊兰，你拿回家给你妈，那不红盆吗？那显得喜气啊。不是，你不要戏弄我好不好？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我说的就是正经的呀，你妈不是喜欢花吗？这不正好吗？多多少少是个心意嘛。你什么心意？那你要不行，我拿到礼品店再给你包装包装。哎，茂才呀，你说你整这么一大桌子菜，得花多少钱？没事，今天过生日咱吃。该的嘛。大姐，你先说两句。啊，我先说。说啥呀？我也不会说。来，看这国力呢。那我就说祝妈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妈，我祝您永远年轻健康，永远快快乐乐。我在新的厂里啊，一定努力工作，早点把咱家这个别墅改起来，好让你和我爸早点住进去。今天这个秀燕和秀红他们都忙，妈您别多想，等明年您过生日啊。咱们一家人呢，一定是大团圆。来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茂才啊，也祝你啊，心里工作万事如意。哎，你说的话妈可最信了啊！我和你爸呀，就等着住上你的别墅。就是说那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，这机器不行啊，这个应该换了这东西啊。不行啊！啊，我这配电箱一直用得好好的，怎么一经一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我不拆，我怎么能发现它毛病呢？你说你这东西行，你这行这东西，那为什么网上一推电它就叫唤呢？这跟人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它不舒服了，它难受，它得叫唤，它叫唤完了你还用它，你不要它命吗？你别跟我说这些
啊，我叫你来就是要把它修好。我事先问你能不能修，你说没问题。对呀，没问题呀。可壳一打开不一样了，就说什么呢？你一打开，你才发现扩散了它呀。这些我都不管啊，反正必须你今天给我修好。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吃吧，不是你再喝了一杯呀、啊？够了，我是请假出来的，还有个花坛等着修建，明天那个小区要来什么领导参观。哎，爸，哎，这事咱不着急，明天来得及。我回头我跟国立帮你干，一会儿不就完了？就是啊，爸，用不着，陪好你妈就行了。来着没吃吧？还没吃饭呢。你们吃吧，老婆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让孩子们好好陪你说说话啊！哎，爸，我送你个好吗？哎，不用，没洗过澡。哎呀，你那个脚伤还没好呢，你干活悠着点啊。知道了。哎，爸，你慢走啊。哎，慢点啊，爸。好。喂，哎，姐夫，你赶紧上我这来一趟吧。啊，我在哪儿？我在那个，就是那个农贸大楼。情况是这样，就说什么呢，我这有一配电盘，哎，我呢把它给拆了，拆了以后呢其实也没多大毛病，我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，原来这机器是嗷叫，现在我拆完了之后它连启动都启动不了了，你无论如何过来一趟，你赶紧让它启动，哎，它能工作就行啊，不然人就不让我回家了，说给拆的乱七八糟的。好好好，你别着急别着急，哎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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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你等着我啊。哎，妈，那个永顺来电话了，他在那边给人修空调啊，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去帮帮他。非得现在就走？哎、你先，快出吧。哎，行行，那行，那个秀荣，你跟国立陪着妈啊，那账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啊、行，那你快去吧。哎哎，千万别让他出事儿。啊，没事，啊。妈，那什么，我敬您杯酒。行了，国立、咱这一大家子，现在看看也不成个儿了。这人老了想清静，可是遇到个什么日子呢，还想图个热闹。妈，这。您这今天过完生日，这又长了一岁了，是吧？这不管以后家里发生什么事儿啊，都看开点儿啊。是，有个大姑娘、大儿子陪妈过生日，这不挺好吗？这光顾着说话了，蛋糕还没切呢。呀，真是。哎，对，我这个给您，等一下。把这个戴，戴上帽子。好，你等下吧，我给你录下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怎么就没看出来？你要是能看出来啊，
还让我来干什么？那就不能跟他要100块钱了，应该跟他要300块钱。哎呀，行了，有事儿，这点活啊，100块钱不少了。不是，不是说这多少的问题。怎么样？哎，师傅修怎么样了？啊，好了。一个助理，你说你是说什么话呀？你把东西收拾。哎，和我们管理层之间在一起对话，就说什么呢？啊，就你这东西啊，确实不行。但经过我们这及时抢救，也就是说妙手回春，是吧？这东西就及时获得新生。这我这助手过来了吗？带了几个件儿，哦，哎，及时我们就是给他都找不上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嗯，刚才呢我有点冒犯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其实你当时有点急，你心情我能理解，是吧？但是作为我们这些搞管理的这些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这助手是不是都穿西服呢吗？就说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个不能太急啊，不好意思吧，不管出现什么问题，生活还得继续往下走，对吧？是是是。哎，怎么样？收拾完了吗？啊，走了走了。哎，有什么情况打电话。好好好好好，哎，谢谢师傅啊，有点慢走慢走。哎，怎么？慢走啊。哎，小翠，你现在是好运来了。哎。你算算啊，这经营处他到年龄一下子划走那么多，哎，他不就给你到位置了吗？啊，是呢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去经营处。您说我这些工商管理的跟这工会混个什么劲儿，耽误我多少青春呢？哎呦，你还青春呢？哎，那我们的青春不算啊，我们不都放那儿了吗？啊，今天会议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啊，咱们厂早就应该这么办，一直拖到现在，是吧？你们工会啊，这个部门只能留一个人，我给大家通通气啊，该忙活的赶紧忙活自己的事儿去，好吧？啊，我再说明白一点，咱们这个部门只能留一个女同志。小崔已经有谱了，是吧？哎，小蒋呢，年纪轻轻的，到哪都是干，没问题。哎，管理更没得说了，能写会画的哪个车间不哭着喊着要啊？啊，哎呀，到车间以后啊，你们的工资还能涨一大截呢。一线呢不比咱们机关差，到了年底啊还有一笔分红呢。啊，哎，管理，哎，你把今天会议的精神呢写一个报告交到宣传部啊，还有那个咱们厂门口那个板报，你也根据会议精神给画一下。你们就要离开工会了，但是工会呢仍然是你们娘家啊，有空就回家看看，好吧？哎，你说我这个工会主席还能干几年啊？国立啊，人这一生啊要面临着很多的挑战，下面车间早就动起来了，机关是这次大动作的重中之重，你们部门呢本来是要保留的，但是最终还是决定拿下来。你再看我们宣传部啊，连厂报都取消了。你也是读过不少书的人了，这适者生存也是一个自然的道理。哦，你的事儿我跟高总已经打过招呼了。哎，你也可以活动活动啊，到下面看看哪个分厂或者车间有适合你的位置。你不早说吗，国立，我们头两天刚来这个工会待干的，你说你来了给人家弄走就不合适了。知道了，江哥。都是本厂职工，我那儿倒缺个人，你干不了啊。什么工作啊？扫铁锈，烧开水，以前这活俩人干，现在就一个人干，干不了。行，谢谢主任。你们这些人早该下来了，一天到晚人浮于事，整个一企业的摆设。现在着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这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行了，范主任，你不需要就不需要，别说那些闲着蛋的。那领导还说要考核我当部长呢，你考成这样了，我跟你说不着。当部长，当部长上我这儿干嘛？
哎，刘主编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工会的国立啊。听说您去会展中心了，您看您那儿有没有？我也是托关系来的，等我以后在这儿站住脚再说吧。我现在正忙，以后有时间见面再说吧。啊哈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把刘曼云留下，把你给踹了。喝，就知道喝。把脚拿下去，把脚拿下去。你让我在家里放松一下不行吗？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的心情啊？你干嘛呀你？你跟我说得着吗？你冲我发火有用吗？我在厂里头一直是本本分分的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没黑没白的干活。到了这部长我没当上不说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哎，你就把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去给高总说，跟魏部长说，跟姚主席说，你就跟我有能耐，你有能耐跟他们说去啊。我爸说的真对，你没本事早晚得吃亏。可我这算是没本事吗？我手里这支笔啊，这不算是真本事吗？你等着。你干什么去？管着吗你？我问你啊，我们家李国立在你眼里头是不是软柿子啊？你们想捏就捏，想扔就扔啊，还是不是人啊？这个事儿啊跟我说不着啊，有什么问题啊去找领导去。你不是领导吗？啊，我今天就找你，我就要问问清楚，我们家李国立给你们工会天天加班加点点灯熬油，那电费怎么算啊？谁付啊？吃苦受累写写画画的那些事儿都归李国立是不是？花天酒地喝酒进宫都是你和刘曼云去是不是？怎么着啊？我们家李国立是使唤丫头啊？你们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呀？什么话呀？什么想使唤就使唤呢？啊？你舌头长疖子了？不溜都不会说话呀？哟，你还扔纸了？怎么着啊？我就是长疖子了，也比你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强。你坏透气儿了你！说李国立的事儿说到你要害了吧？啊？怎么不说话了呀？行啊，反正我们家李国立那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，没关系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啊！咱把门开开，来来来来来，屋里的人都出来，厂里的人都出来，都出来，都出来！哎，大家伙给评评理啊！大家伙给评评理啊！这厂里头你们都看看是怎么欺负老实人的，看看这个姚主席他是怎么欺负李国立的，我们家国立怎么着了？这厂里还有没有个讲道理的人？这厂里还能不能分出个是非曲直、里外相冲来了？啊！哎，姓姚的，你别在那晃，我问你话呢。我问你，老部长让李国立去云南开会，你凭什么把他留在家里头啊？凭什么带着刘曼云去啊？啊！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清楚。哎，大家都听明白怎么说的？嫂子，这嗓门啊真大呀！你看这上班时间，这影响多不好啊！走走，进屋里说啊。进干嘛呀？我干嘛要进屋里说？干嘛要进屋里说？正好你在。哎，姓姚的，这个花痴进工会的时候，为什么让家里头的家人带着刘曼云去？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清楚啊！你起来。问你话呢，你说清楚啊！你装聋作哑是不是啊？啊！你看你眨巴那眼睛，你说清楚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放话！干什么？走了！干嘛？拿我包干嘛？干什么呀你？你就是这么窝囊，怎么了？走了走了！起来！你别动！
国立，在厂里忙呢。啊。国强没来信？没有。那你再没给他回个信？妈，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、啊？这国强那能怎么样啊？我真是后老悔了，我就应该像国强那样，我行我素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你就关心我了是吧？你说些什么呀？妈，这世界上他就是欺负老实人，那有谁关心过我？我日子有多难，谁管我呀？求你了，妈，你以后别老问我国强的事儿了。我现在是自身难保，我顾头不固定了，我挂了，妈。这闷葫芦怎么还上脾气了？妈，怎么了？你说我给国立打电话，他这不着三不着四的，你说这是什么了？这是啊，八成啊是因为厂里的事儿。昨天茂才接了他师兄弟一个电话，说厂里都炸窝了，说厂里机关啊有大调整，国立本来以为能升部长了，这次估计啊也得给调整下来。想把海角天涯变成家。